你好，接到采访，请问你赚79块需要多长时间？这就是你旷工一整天的借口？要不是他们劝我，我还能赚一会儿。这么多年工资都是这样的，这么涨工资，多想想你自己的。喂，劳动局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么多年我得想想自己的问题，为什么没给你们涨工资？国庆来临，你们也要注意休息哦。那这份策划案就交给你吧，做好了双倍工资。谢老板，开干吧！中午吃什么好呢？小雷，你不想涨工资了？就算老板给我发3600，我也花不完啊，不是浪费吗？我去拿饭喽。饼还没画完，你怎么就饱了？喂，小哥，你送错外卖了。啊，好吧，那我等你一会儿吧。可是他点的是排骨饭，好香啊。就是一块，他应该不会发现的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自不教，父之过。吃饱撑不暖，也不能偷外卖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你们才来啊！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？才2分钟就要成这样？午休没了，饭凉了，好像报复社会了。乔赖老板，你去办公室，听说你的策划案出问题了。哎，王总，要不你再考虑一下，我们可以再出一版方案。我这里还有7、8种方案，王总你可以挑一挑。这不就是一样的内容，改了标题吗？这是我分别用英语、日语、韩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翻过来的。你是在论文讲虫吗？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就第6版吧，六六大顺吧。字好多，随便吧。六。王总再见。双倍工资。好说好说。涨过去了，才79。我又没说每天都双倍。狗资本家。那你赚79需要多久？3秒。哎，迟到了，扣500啊。还有多？去死吧，狗资本家！